泡一壶好茶，不只要有好壶，泡茶时的水温掌握也很重要，因为水温过冷或过热，冲泡出来的茶就会有苦涩味。东森特卖会严选来自韩国的板怒智能健康壶，可以精准控温，更适合炖煮养生食品，加上高硼硅材质的壶身，不容易破碎，大人小孩皆可放心使用。可是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这个盖子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用到了两个卡榫的设计，所以它盖下去之后，你不用害怕它会掉出来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它第一，它采用到了没有双分 A 的玻璃，再来这中间的滤芯是加赠给大家的高密度的滤网，所以你不用怕茶渣会掉出来，然后你只要把你要泡的茶放在这里头就很棒。然后再看重点，这里 SUS304。 不仅如此，板怒智能健康壶还内建婴儿加温与高温杀菌等按键，让你喝到健康无毒害的水时更能做出不同料理。你可以泡个姜茶啦、红枣茶，或者身体痛的时候你都可以泡个红茶甜汤都可以。然后爸爸你可以帮他泡个人参茶啦，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普洱茶降火气，老人家你要加点柠檬加点人参也通通都可以，所以等于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做使用的一个智能茶。来，整个的界面设计有刚刚我们提到的，不管是要把它煮沸啦、咖啡啦、红茶、绿茶以及花茶，全部都有它自己设定好的温度。强调最贴心的设计，操作更简单，就算是老人家或是小孩也能轻松上手。板怒智能健康壶独家优惠，含税免运费。观众查询更多详情，请上东森特卖会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